老板，大排面多少钱一碗？10块。10块啊？啊。那就来一碗吧。啊，好。哎。面来喽。哦。你的面。哎，好，谢谢。奶奶，你不是也没吃吗？奶奶吃过了，你快吃吧。嗯。老太太，您运气真好，您是今天我们店第100位客人，所以这碗面呀，免费。啊，是吗？啊。喂，在家呢吗？别做了，别做了，你让你老婆到我这来吃啊！我请客。哎，快点，快点，大排面呗！我请你吃面。别做饭了，别做饭，到我这来吃。我请客，我请客。来来来，到我店里来，我请。老板，我们是今天第100个客人吧？没错，你们是今天的第100个客人。面来喽！奶奶，这次换我请客吧。哦，婆婆太乖了，谢谢。